陈慧琳今晚同吴千语、周柏豪、韩星吴世勋一起出席品牌活动。Kelly 话佢迟啲会去日本度拍 MV， 出发之前要积极减肥。今晚睇嚟 ，Kelly 又的确系肥咗少少，点解嘅？做乜肥咗啊？会唔会带埋两个仔一起去啊？佢哋会唔会唔舍得你噶？万圣节就到啦，有冇帮佢哋准备啲乜嘢啊？佢哋到时会扮乜嘢啊？两个都扮木乃伊，唔系大仔话扮，好熟已经，觉得成熟咗喎，成熟咗啦，系啊，几熟扮噶，佢而家扮熟，觉得熟，酷嚟噶，佢唔得。佢迟啲会唔会学人焦头出街噶？就嚟噶啦。